首先倒入适量面粉，一般不超过额定的容量，如果和的量多可分两次或几次和面，加入适量的水，一般兑水比例为1:2，也可根据实际需求自行调整，盖上盖子旋转开关即可和面，每隔2到3分钟调节正反两个方向搅拌，大约5至8分钟左右即可和好面。最后拉开线尾销，翻转面筒取出面团，再揉成面团即可制作面食，既方便又省时省力。清洗，若长期不适用，做好清洗工作。清洗过程中